在演员们那个准备的时候呢，我想做一点解释，就是我们旁边，由我们西南美术大学这位博士将为我们做一幅泼画表演，现场泼画表演。请我们的灯光能不能给一下？我们这位老师呢是浙江美院毕业的艺术专家，美术专家。 那么今天呢，他特意赶到我们现场，为我们达人秀增添了特殊的一笔。那么我们这位大师呢，将现场为我们泼一幅2米的画。一会儿呢，我们这幅画会拿来拍卖，希望在座的嘉宾们做好准备，我们要争一高低喽。 Thank you.